大家好，我是阿天，今天是10月10号凌晨快3点钟了。那这个离全球锦标赛结束只剩下一天多一点时间哦。那我先锋服呢，我忘记打，所以说只在钻石就停住了。但是正式服哈，我们趁最后面的这个时间呢，99，我本来有200多分要爬，为什么我突然跑到9984？有人在推我吗？是不是有人在推我？Danny， Danny 大大是不是？这是网友吗？他是故意的吗？看一下哦，我看一下哦，他用的证好像都一样，这个人是在故意推我是不是？我本来想要说，我还剩200多分哦，然后我要这个边录哦，就是录说这个剩下200多分，然后把它进到这个大师去哦。那结果真的有人在推我 ，anyway。真的耶，看一下他有换队伍吗？我看一下，卢克雷蒂亚，然后末日禁卫没有啊，埃隆老鹰队没有啊，这是故意要输给我的。我看一下9962 9998，真的耶，我快要被推上去了，谁那么好心？这个是网友吗？ Danny S4294，不对，294是等级吗？还是伺服器啊？320302，302，这是玩家等级是不是啊？看一下，好，那我们就编入说我被推上去的这个状况好了。302这是玩家等级啊，这个不是那个什么，这个不是那个伺服器哦。所以说有玩家在推我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就先来闲聊一下吧。其实最近录影片的时间比较少，然后这个放假，其实我放假大概是这个样子，早上起床大概10点11点吧。那小朋友当然是已经起床了，小朋友比较早起床。那这个起来之后呢，大概小朋友8、9点会起床，然后起床的时候真的感谢 Anyway 跟 Danny 大大把我推到，他们推很多勒齁。他们真的推很多，因为我大概是9700嘛，然后从9700一路推到上大师了齁。好，重新进去。OK， 好，我已经在大师了，感谢齁。那但是呢大师要7队哦，没关系齁，7队的话我们就随便摸好了。哎呦，这个看起来很像是他故意放这个头像是不是？好，然后先聊一下齁，大概是8、9点小朋友会起来，然后老婆会起来这个做早餐，然后小朋友吃完之后呢他们会自己玩，然后我们就继续补眠，补到大概11点左右呢就准备去出门了。一出门大概就是一整天齁，不论是去游乐区啊，或者是去风景区户外啊，让他们去动一动啊，然后大概回来的时间都是在晚上10点11点，所以这段时间其实都没有办法去做任何的这个上传影片哦，因此就是在外面呢、会就是边玩啊边录这样子。可是如果是在风景区啊，如果我一直在那边滑手机的话也会被骂，所以真的很尴尬哦。那回到家里之后呢，还是要弄小朋友洗澡啊，洗完澡啊，然后刷完牙，讲完故事，其实自己也累了，所以大概的生活都是这个样子。好，那就闲聊完结束后，那我们现在就是我要摆个队伍，然后我要打个一场，因为这个就是作为盲打的这个算是阵容嘛。因为你现在在打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我都还没摆好，所以在盲打的时候呢要先把自己的防守队伍跟这个进攻队伍打好。那就我们来随便刷一下吧。109的阵容是不是不好抄啊？109的阵容，少了一些齁，少我一看就少了，船长也没有齁，莫拉也没有。上一次打我真的是算是挫折感蛮重的齁，因为想抄队伍都抄不起来。这个是 89M 的，哇，这个二轮加纳我也没有。我们是不是要抄一个比较低阶一点的啊？女仆哦，最后一队可能不能抄啊，前面有没有可以抄？埃鲁尔德啊，我没有迪塞拉，我没有埃鲁尔德，我觉得有点难勒。哦，善解人意，善解人意，这个很幽默。这个看一下齁，这个可能还好一点齁，因为我看一下队伍。好，那就用这个齁，先盲打一下。好，先盲打去撞一下。OK， 这样子留个记录我才好抄嘛。OK， 抄完了齁，这个打输都没关系。OK， 我们来 copy 一下齁。可以齁，这个地方可以 copy， 太好了。
那我先把我的这个队伍调整一下，我的编队好像很多，看一下，诶，还好嘛，大概才六七八队，五六七八哦。好，我先把几队给砍掉，先砍掉个几队，我看全部都砍掉好了，这样子比较清楚一点。好，稍等一下哦，哦，感谢哦，实况被推到这个大师哦。好，那我现在把队伍都清光光了，那我们进去这个群众锦标赛吧。那别忘记设闹钟哦，哈，设这个礼拜一早上8点钟，哈，礼拜一早上8点钟，那就来看一下记录吧。好，他怎么摆，我们就跟着摆哦。第一队 copy 一下，所以啦，哦，再 copy 一下，然后第三队，哎，我们就完全照着摆 copy 一下，然后第四队，哎呦，太糗了啦，我这。我只有，我后面三队还看不到，真的是太丢脸了。那就，防守队先不改，我们先改进攻好了。我们看看哈，照着牌有没有机会赢呢？这一队没有艾利沃德哦。那没有艾利沃德的话，能量队的话，我记得这个是，稍等一下哦。我记得我好像有另外一个阵容，也是用卢克雷利亚，然后只是不是用埃鲁尔德哦。好，麦信号第四队，照抄一下。特鲁文我也有，只是这是钻二十而已。那没有埃鲁尔德的话，要上谁嘞？想一下哈，上个谁嘞？先随便上一只角色好了，先上哎、欸、上上个雷神怪怪的哈。先随便配一只佐拉斯好了。好，我们先看这样子，可不可以赢一下？看到后面的队伍，然后直接用抄的。只有第三队我赢了，是不是？好，看一下哦，看一下我的阵容。稍等一下，稍等一下，这个操作的有点手残啊。我看一下哦，冬红女士啦，哦，冬红女士啊，好，了解。可是冬红女士，我是不是这个是不是用在其他队啊？用在这一队哦。七队的摆法跟五队还是不大一样。好，没信号，但是至少刚刚应该可以多看到一队吧？第五队。诶，哦，有到第五队了哈。好，copy 一下。OK，好啊，这一队我好像有了。OK，那这样子我有第五队了。好，第四队、第三队、第三队的话我没有埃鲁尔德，那第五队嘞？好，第五队就是快攻队，那没有埃鲁德怎么办？没有埃鲁德要用谁啊？没有埃鲁德，埃鲁德算是让前面那只角色无敌哦。那可是冬红女士又跟亡灵队绑在一起。恶魔耀光，哎，凑个光环吗？完了，没有人呢，要凑光环还有谁？这样是两个恶魔，一个圣光，孙悟空，孙悟空也怪怪的。我觉得，波斯王子不知道有没有用吼。好，第六队吼，照着摆。可是人家有莫拉尔啊，我没莫拉尔。然后这个是埃奇哦。好，这一队可能还可以吼。这个是哇，这个是奥瑟罗斯哦。奥瑟罗斯、奥登、埃奇欧，那我没有迪赛拉，好吧，我先抄这一队好了。奥瑟罗斯，然后埃奇欧，那再来我还有哪些角色可以用啊？埃鲁尔德吗？伊索尔德，拼拼看哈。如果说能够打到后面的话，那就还可以算我赢。蝴蝶哦，蝴蝶还蛮 GY 的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样子。啊，剩下什么角色啊？算了算了，这样直接看，Joker 跟 Queen 哦，Joker 跟 Queen 好像还好。大乌龟，大乌龟，斯克雷格，斯克雷格好像应该，斯克雷格，不对，斯克雷格应该是要跟这个伊索的搭配哈。然后我们看一下，这边少一个坦克哦，坦克要用谁嘞？娜可露露。这样子配没有光环，船长位还没练好，至少要三红家具吧。船长可以吗？船长哦，好吧，
我还有魅魔跟冰魔，可是魅魔跟冰魔，我记得在竞技场也是死很快哦。这个大家都是打快攻的。好，先这个样子好了。然后第七队的话呢，我们看伊索德会不会冲出去哦。那绿玉的话，埃隆跟索罗斯哦，拉库应该不错吧？这样子，埃隆吸过来。可是埃隆吸过来的话，伊索德冲出去。稍等一下哦，不然就这个样子好了，这两个人去这边好了，来，伊索德，然后这样子，好，至少有一个光环，然后再来这个地方的话，我们凑绿玉好了，蝴蝶，然后还有谁嘞？刚刚有一个坦克，看一下哦，刚刚是。斯克雷格摆过来，船长在这个地方，船长在这个地方，船长在这个地方还是啊 Queen 好了，然后说不定上热河，然后不断的晕眩，哦，打晕眩流，好，就这个样子，好，好，青菜，有没有办法看到？哇，这个连输四场，连输四场都没办法，好，看一下哦。但是这样子，但是这样至少打完了啦。这样子我七队也算是存了个档了。哦，这个是输很大嘞。第二队的话是，这一队的话，第二队还有赢哦。啊，第一队的话，差很多诶。我觉得战力整个是差超级多的，98M、97M、298级、高我8级，几乎每一个都是专30309的。我蒙的赢吗？好像上一次也是这个样子哈，完全蒙不赢，我连那个什么，连那个，哎、欸、不，可是也不要放弃机会了，因为说不定有这种50-60M 的，那可能还可以蒙的赢哦，像这个样子，哦，所以不要去碰那种80-90M 的啦，哦，碰大概50-60M 的话还有机会哦，但是现在不用急着打，因为现在打上去，不论你打到多前面，你还是会被打下来哦，所以说这个只是打好玩的。好，那就这边打完了之后呢，防守队也设定一下哦，看我这个打了几队，五队，这个也是五队。好，然后防守队设一下吧，调整顺序。防守，哦，这要一个一个编辑是不是？好，那就重新吧。第一队，然后第二队，没有埃鲁尔德的话，我用好了，莫名其妙用一个波斯王子。好，第三队、第四队，然后第五队，啊，第六队的话，第六队，好，第六队我用刚刚那是绿玉队嘛，蝴蝶，然后来一个，这个 Queen 哈，打控场，第七队，哎，我们的戴蒙，然后末日近卫伊索德，冲出去的斯克雷格。好，这样子，好，好啦，就这个样子啦，随便啦，随便啦，哦，啊，这边都看不到战力，301级谁啊？这种301级的啊，这个就大概是全部都是309了，哦，307级高我17级，这个好啦，还是要设一下闹钟啦，吼，说不定到时候摸到了，对不对？不过这个还是找那种可能是50-60M 的比较有机会吧，好。那影片就到这边了，谢谢大家观看。那我是阿天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